狗粮来了。周杰伦为妻子昆凌甜蜜庆生，娱乐圈有不少恩爱的夫妻，其中周杰伦和昆凌这一对一定是对外撒糖最多的。自从结婚之后，周杰伦和昆凌就在社交媒体频繁秀恩爱，跟时不时带上一双可爱的混血儿女出镜。粉丝们一边在焦急等待着周杰伦出新歌，一边又吃糖吃得不亦乐乎。8月12日晚，周杰伦在某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与妻子昆凌的甜蜜照，照片中两个人甜蜜接吻，共同拿着生日礼物，并发文 Happy Birthday to my sweetie, Happy wife, Happy life。 从照片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，昆凌一脸幸福。据了解，庆生地点位于曼谷市中心55层楼上的 Red Sky 酒吧，照片中两人一同手捧铂金包蛋糕，甜蜜亲吻。